好，大哥，是，我们这样子盖土盖完了，对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地方要盖？嗯，今天就到这边就可以，因为很漂亮，盖很漂亮。OK， 满意。对 ，OK。那笋子呢？还有没有需要再采的？笋子我们今天已经大丰收了。大丰收。对。但是我跟你说，你不要看我满身大汗就觉得我不行了，我还有那么一点点小体力存在。你如果需要任何帮忙，你开口。就先到这边 ，OK， 谢谢你。OK 哈。好，那我想先跟你说一声谢谢。不客气。因为今天你教我这个采笋子的这些细节。是。那我其实会更珍惜笋子，因为我觉得竹笋长很快，应该很好长。但是其实你们背后还有很多细节，要翻土，要盖土，因为雨水会让土流失。是。然后你们用纯有机的方式去栽种它。然后那个土质都要维护得很好，是，这真的是非常辛苦，非常辛苦的一个行业。对，从农是一个有挑战力的，真的不简单哎。所以真的很感谢你，谢谢。今天可以带我去见识一下这个笋子，黄金笋背后的这个辛苦。好，那我有一个小请求。那请说。你一定很会吃黄金笋，很会料理黄金笋，是啊，对不对？是，你是想说？你都变黄金笋的形状了，黄金笋的形状。对啊，这个这你说的，这不是我说的。那你可不可以教我几道黄金笋的料理？好，可以啊。等一下我们到住家去，我们做一些黄金笋料理。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好 ，OK。那我就把它，我们一人抬，一起扛啊。好，谢谢，走吧。黄金笋料理，这个已经不是在像和面的感觉了，它等于是和用。对，一个米糊的。现在这个感觉是对的哈。对，就是那个粘稠度。它已经是变成一个糊状的，对，对吧？对，它是一个糊状的，这样子可以了吗？可以，可以了哈。好，对，就 OK, 所以我们接下来做什么？过筛。过筛。米苔木最主要的就是筛嘛，为什么叫米苔木？木的原因就是一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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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棒，对，筛过去，免它的就是由来是由这个来的，对，这是你自己做的吗？对啊，这没有，这是以前阿公他们留下来的，这感觉就是一个铁片，你这样戳洞这样吗？对，所以很久了，我还有把它用断掉哎，我要用快干点子，对，这要留着，这要对，所以说这个就是在家里就是在打造午夜用的，对 ，OK， 你大概要先示范一下下正确的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帮我。握着它，对，它有一个技巧啊。嗯、你上来的时候啊，对，你不要当直接用断它，对，有点像让它保持说它有左右压力这样下来，不要弄断，所以它才可以有一点长度，粘 对才有一点长度，让它用自然的重力掉下来。对，这样做一做，它就会有一个长度，有没有？这样有一个长度，它不会像现在的那种机器做出来的是非常非常的长，有没有？它会有点像水滴型的，对。然后一滴滴滴滴的滴的这样感觉，这很像比较粗的布拉吉，哎呦，很像哎，真的，对，很像布拉吉，对。对啊，哎，好好玩哦。啊，那这我们要试试看了，快来。好，有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这个手要用力的啦。也对，也蛮用力。对，它才会有掉下来的感觉。有蝌蚪，这还不错哎，出来的样子还不错。它这个网这样过去，它就会。来，另一个试试看。好，我来试试看。我帮你。要再用力一点，哎，有了，出来，哇，真的要有一点用力，对，让它过筛子，这样看起来才像手工的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这样子，我们今天也学到一个手工跟机器的差别，其实买的时候可以看得出来的。哦，对，用眼睛看就可以看得出来，说这个是不是手工的？而且刚刚张大哥说，我们现在做的这个，适合拿来当冰品、甜品。哎，这种什么放点黑糖啊，放点什么，一定是很好吃的。今天做的啊，这种传统的米苔木，因为它含水量比较多，所以它就是直接吃冰的，就是甜食。那你如果说是在家里，像我们一般在做的是比较硬的，它就可以炒，就把蛤蜊可以煮汤。啊，我最常炒的就是那种羊沙茶羊肉，
炒干的。哎呦，哦，那是放那个香的米苔木。对对对，就是炒沙茶有弄，对，这是最多人吃的。太过瘾了，米苔木就是这样子。对，好，感恩感恩，谢谢张大哥。我也要谢谢你们，所以我今天呢，你们的制作的东西呢，都让你们带回去。好，钻石是吗？晚餐这个都可以送给我们。对对对，啊，这样还有蛤蜊啊，看到你们就可以煮。晚餐的料理，这蛤蜊可以跟米苔木结合，也可以跟丝瓜结合，身上很多丝瓜。哎，对哦，刚你讲到嘛，可以炒在一起。对，太感谢了，今天晚上有着落了啊，谢谢。不知道恒纳那边怎么样？他采竹笋应该采得非常辛苦，我们可以。张大哥送我们的鸡卷给它味道一下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是要来洗竹笋，洗竹笋。对，为什么要洗竹笋？因为我们在传统市场看到的笋子不是都会稍微带土吗？然后这才表示它是新鲜刚采回来的。因为我们主要竹笋现在目前趋势就是要走一些宅配的方式，所以要先洗好，先预冷，再宅配出去。所以我们现在都是宅配哦，这样更新鲜哎。我们就先全部都要洗完，再去分类，全部。有这种全绿的，全绿的跟顶级的，所以全绿的就是我们洗一洗炖汤的，对，炖汤的，那这是做凉拌的，凉拌沙拉笋，好，对，洗的方式就是先把外壳的土先洗掉。我们以前的洗法没有这一支刷子的时候，洗法是这样洗，用手洗，用手搓，洗完这一支，把表面的土都洗掉，对，两只洗两只起来，一定要洗两只，对，洗两只，拿这两只的头，不要用刷子刷的话，是拿两只的头这样。让它摩擦，把下面的土洗掉。对，以前的洗法就是这样。以前的洗法是这样。对，互相搓，洗出就是。哎，真的搓掉了。OK， 这样子洗耶。哇，那洗完之后就，我们旁边有放水，就是先泡水。来，大哥，你验收一下，这个应该没有办法100%洗掉。对，那等一下要出货的时候，再用刀子把它整理过再出去。那这样子是可以的吗？哎，对，这样子可以。这样 OK。对对对。好。那现代的呢？我们既然手上都有刷子，对，刷子就是拿起来就是有土的地方拿起来，这样刷很快，这样比较快。那这个刷子就不能刷这个肉了吧？可以，可以刷，可以刷，可以刷。它不会伤害那个。没关系，我们到时候出货的时候用刀子把它切，再削一下，再整理一下，对，再整理一次。哦，那就刷咯。对，刷。你们家厨房怎么这么香啊？已经有开始做竹笋料理了啊！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哇，好期待！都是竹笋餐吗？都是竹笋餐。哇，那洪大哥，你要教我做什么样的竹笋？我们做一个竹笋虾仁炒蛋。好，那我们先来剥今天早上我们现采的竹笋，就是牛角型的。牛角型。对，刚好一根牛角。好，看牛角。好。OK， 那我们怎么剥笋？我先剥一只给你看，从中间这边划一刀。好，划一刀，那转过去，竹叶剥开，切断，算是转开。先剥好，试试看。对，你先。我知道你刚刚用的很简单，我们是顺着腰身里面。对，腰身里面。这里切进去。对，切进去。到这里吗？对。然后做一个旋转。对，旋转。好，切掉。切下去。把对，那把笋子这样拉起来。顺势转出来。对，顺势转出来。这样。对，这样。哎呦。嗯，很漂亮，剥好了耶，剥的比我还漂亮。哎，这怎么好意思？哎，但好像有一点啊。对啊。原来你那个厨房的香气是这样，这一锅的黄金笋卤肉，等一下我们下去吃饭的时候可以吃它吗？可以吃它，当然。哇，好期待啊！那你今天要教我的菜是？是黄金笋虾仁炒蛋。大火吗？大火，大火。下一个步骤，我们加一点油，对，少许的油。好，差不多了。好，然后把蒜头，等一下先下去爆香。先爆香，爆香一下，稍微炒一下。好，下一个进去的是谁？竹笋，竹笋，竹笋下去，笋子全部进。
再把它炒，炒一下，对，炒一下。这个笋子就是新鲜的，直接放进去把它煮炒熟吗？对对对，炒熟，要加一点，我们要加一点水，加一点水，来，50cc 左右就可以。50cc 哦，20cc， 这么细哦，20，就是稍微，没有没有，再多一点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样，好，差不多，好，好，好，放着让它稍微炒一下，然后我们先把鸡蛋先打一下。把它打匀是吗？打匀 ，OK， 稍微打一下。好，我们要加一点盐，再加盐进来吗？盐跟味素稍微加一点点。好，好，还有这个，这个是味素加一点点就可以。味素啊，对，嗯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一点点就好了，帮稍微帮它提个味。我们再炒一下猪蹄，再炒一下，把那个盐巴跟味素拌匀嘛，对。下鸡蛋，鸡蛋，对，就直接倒，直接倒，我们再用炒的就可以了。好，炒吗？对，我们直接把它炒，就炒了。对，直接炒。然后放着让它收，让蛋熟吗？对，让蛋熟一些。哦，感觉我们这道菜已经快要做完了。对，快做完了，等下再下哦，虾仁就可以。好，然后翻一下，下面要翻一下。对对对。这样子吗？对对对，可以。我们把虾仁可以加下。这个虾仁大概你是怎么处理的？我们就沾粉下去，先炸锅啊，放一点太白粉，太白粉跟地瓜粉，混合一点啊，再放下去炸。OK， 好，然后就进去了。进去了，对，稍微拌一下就可以出锅。拌一下，对。好，让他们可以，大家感情变好了，现在可以关火了。关火，对。盛盘吗？对，盛盘。虾仁放上面，嗯。好。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今天的黄金笋虾仁炒蛋，对，完成。太棒了！还有大家汇合。你好，还好吗？洪大哥。洪大哥，你好，你好。你专门带怎么样去采黄金笋？对，没错。要感受一下您的爱心，就是午餐。刚沙哥好像有说这是黄金笋大餐，哦，不都是黄金笋？介绍一下吧，这个也帮我们介绍一下。这个是水饺的包法。哦，黄金笋水饺。对，黄金笋水饺可以试试看。嗯，哦，哇，太棒了，哦。因为它的水饺里面包笋子，真的还蛮少吃到的哈。嗯，可是因为笋子要够新鲜、够嫩，对，它才可以入馅儿。这个笋你们是切丝还是切丝对吧？所以吃的时候，其实那个笋子的那个纤维，其实不违和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好好吃啊！这包包子应该很好哦。对啊，笋子包，对对对，包子也可以，对，包子也可以。嗯，哇，好棒，好吃，完全不需要蘸酱。来，我们接下来了，我就是介绍这一桌，哎，这个主食好了，主食黄金竹笋粥，黄金竹笋粥，它让整个粥都带一点甜度，清爽。黄金笋，为什么叫黄金笋？就我以为就是绿竹笋，是一样的东西吗？我们是注重在沙子土地上面，所以它出来会变黄金笋。对。比较沙，比较一般种的绿竹，可能在一般的黑土或红土泥土上面。哦，我这边是带沙土，因为靠近沿海岸，所以它的吃的盐分会比较多。所以黄金笋最棒的吃法就是直接烫，沾一下，比如美乃滋，对，直接酱油就可以吃了。可以可以，它跟它水分够，对，然后又有甜度。哦，我刚刚听导演说，它这个水分更胜绿竹笋，它就一端下来那个时候是在滴水，它会滴汁的那种，真的很 juicy， 超 juicy 的，对。肩膀可以稍微展开一点，你要有一种高傲的感觉，骑在马上，我就是王。最喜欢在马上跟人家打招呼了，给我来一把长枪。马喜欢怎么被摸啊？鼓励他、安慰他，或者是舒缓他的情绪的时候，我们都是这样，都是摸他脖子，甚至于轻轻的这样子拍一下。对，哎呦，喂，平衡，先把你的手打开。哇，手上没有抓东西，好恐怖哦！看人家飞一样，对。哦，哎呦，这第一次有这种感觉。快加入，快加入！请问今晚助学家 YouTube 会员一起支持我们哦。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，跟着我们一起远离都市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。赶快订阅，
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